2022的阿拉斯加狗拉雪橇越野大赛周末从安克拉至起跑，总共有49支队伍参赛，必须穿越1600公里的极地，最快抵达终点的队伍就能获得胜利。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贝兹，我们再会。